媳妇。绝对听我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回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婉如，你不该答应他的。永祥，永祥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永祥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该答应他的。不该答应他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我帮你送合约来了。少爷，哎，嗯，少爷这么晚会去哪儿啊？一定是去含香楼了。要是让老夫人知道了，那可就惨了。哈哈哈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杯啊！那请，喝了它啊！吴老板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喝了。哎，不成不成，来，再喝，再喝啊！吴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真扫兴！红姨呢？红姨，把红姨叫过来！红姨呢？
吴老板，你先坐下。啊，别叫红衣来，我陪你喝，陪你喝就是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来，再喝一杯。不舒服了是不是？我扶你到里面休息去。啊，好吧，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来，到里面休息去啊！走走走，走走。来，哎，小心小心。哎，如意啊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如意啊，你别拒绝我，我实话告诉你。打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，如意。来，叫我亲一下，叫我亲一下。过来，放开，放手，让我放开我，你滚开！哎呦，宛如，高少爷，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我今天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，跟我走。不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走吧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到这里来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，你快跟我走。高少爷，你坏了我的好事，抢了我的女人，可恶可恶。高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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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少爷！这天都亮了，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真是急死人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！哎呀，这下完了哟！哎呀，这下完了。少爷，少爷，老夫人来找您商量郭记洋行的事。这下真的完了，完了！少爷，少爷，老夫人，少爷好像还在睡，我们等会儿再过来吧。不行，十点钟要谈合约的事，明辉不可能现在还在睡啊。他会不会身体不舒服啊？明辉啊，你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明辉，明辉啊，少爷，明辉，哎呀，明辉，你看你被子怎么盖得这么紧、啊？少爷，让妈看看。福德，怎么会是你呀、啊？少爷呢？老夫人，早上好。高少爷，高少爷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的伤口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我没事了。谢谢你，昨天晚上救了我。快走，
我们快走吧。不，高少爷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而且我也很感谢你。可是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妈，她不喜欢你来看我。现在先别说这些，我们快走，我们快走啊！不，我不希望你为我而伤害了你们的母子之情。你回去吧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你的伤口又疼了吗？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们快走啊，走。高老夫人，高少爷真的不在这儿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好啊，你们居然敢藏匿我儿子！啊，高老夫人，您误会了。其实这个事是，明辉，你真的是在这儿过的夜。妈，我。伯母，伯母，对不起，高少爷他。你住口！妈，你不可以打他，你不可以打他，是我自己来的，跟婉如无关。跟他无关。高老夫人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其实这是……妈，我说过了，这一切和婉如、红姨都无关，是我自己。还在替他们狡辩！快跟我回去！哦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老夫人，明慧，他高少爷他的伤是因为……妈，这一切都跟婉如无关。好，无关就好。我们走。明辉，你要真的不在乎我这个母亲说的话，那你就留在这儿好了。我们走。高少爷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婉如说的对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要不然高老夫人还会来找麻烦的。高少爷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含香楼了。手还疼吗？啊，已经没事了。坐。你嘴里说没事，可妈的心口却还在疼啊。妈，对不起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妈，以后就别再去汉香楼了。妈，只要我替婉如赎了身，从此之后我就不再去了。你还要替她赎身？我不答应。那个女人是个祸水，一碰她就会招祸受伤。我不许你再见她，更别说为她赎身。妈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以后除了家里木行哪儿都别去。妈，妈，妈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，只要是你做的都好吃。
对了，宛如，我听说昨天高少爷为你受伤了。我还听说高少爷要带你走啊。高老夫人还打了你一巴掌是吗？他凭什么打你啊？仗着自个儿有钱就可以随便乱打人了？不是，永祥，你误会了，他是不希望高少爷来看我。高少爷这个人还真不错。哎，宛如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呢？我是想离开汉香楼，但是我不能跟他走。为什么？这样会影响他们母子的感情。宛如，我一直都在怪自己，没有能力带你离开汉香楼。宛如，我真是对不起你。永祥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对我已经够好了，为了我你还差点送命。自从我被抓回来以后，我就认命了，我这辈子是再也离不开韩香楼。不不，宛如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赚很多的钱为你赎身，让你离开韩香楼，我要让你快快乐乐的生活。谢谢你，永祥，谢谢。你也该为自己多想想。表哥，你要出门啊？是啊，我到郭记洋行去一趟。那晚上有空吗？什么事？找我看戏啊？嗯。我今天晚上慕寒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看还是让妈陪你去吧。你真的不去看戏？我真的很忙。表哥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不管你再怎么忙，我说要去逛街去看戏你都会抽空陪我的。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有时候我甚至在怀疑你是在躲我。我是在躲你，锦峰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是请你相信我，这样做是为你好。表哥，我哪一点比不上宛如？你跟我说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会变得更好的。锦峰，你是个好女孩，可是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表哥，你太伤我的心了，你真是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这回一定要把张老头的店租讨回来。是。锦凤，什么事啊？少爷又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忙你的，别乱猜。可是我还是替你抱屈啊。
少爷时常因业务关系去南阳，都是你在照顾着老夫人。记得去年老夫人生病躺在床上足足好几个月，是你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。像你这么善良孝顺的女孩，还一直把老夫人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。老夫人她也是希望少爷和你赶快结婚，可是少爷呢，他却一直推辞。我说少爷，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却视而不见，还口口声声说要娶寒香楼那个林婉如。我都替你抱屈了，难道你都不感到委屈吗？锦凤，你不该只替别人着想，你也该替自己想一想。你替你自己着想，也等于是替高家着想。难道你真要让少爷娶那个青楼女子回高家吗？倘若那个女子进了高家大门，那外人会怎么看高家，怎么看少爷？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你着想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锦凤，我一定要说，20年前老爷因为青楼女子而离家出走，现在少爷他也一样。难怪老夫人她会气得要死。我说放着你这么好一个人不好好疼惜，居然爱上那个青楼女子，还在那边过夜。什么？锦凤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跟少爷在一起？我好了，我知道，看你那么善良，再加上少爷他只是一时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，没关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少爷尽快和你订婚。你放心，我现在马上去办。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明天就回天津。什么？你明天回天津？老夫人，事情不好了。什么事啊？锦凤她正在整理行李，明天就要回天津了。锦凤要走，哎，锦凤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说走就走，你丢下阿姨不管了？阿姨，表哥他已经回来了，我离开家也有段时间了，该回去一趟了。我不准你走，你马上就要跟明辉订婚了。我们要订婚了？表哥他愿意吗？表哥他喜欢我吗？不，阿姨，表哥说的对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表哥他心里只有宛如，我想我还是离开比较好。锦凤啊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林婉如跟他结婚的。我心里头只有你这个媳妇，我怎么能让你走啊？阿姨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很疼我，我何尝不想留在高家呢？但是表哥他……你还是让我走吧，你还是成全表哥吧。不行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锦凤，阿姨心太急了。总之我们高家不能跟青楼女子有任何瓜葛。给我3天时间，
我一定会让明辉跟你道歉，找个日子订婚。阿姨，这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心里头就认定你这个媳妇，你一定得留下来啊。妈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妈想好好的跟你谈一谈。妈，您要说什么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爱上那个叫林婉如的轻柔女子了？妈，说呀，是不是为了她不肯跟景峰订婚？明辉呀，明辉，妈伤心啊。20年前，那时候你刚懂事，你严重风寒躺在医院里昏迷了2-3天，妈妈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一分一秒都不敢离开。当时你多危险呢，你口里一直喊着爸爸，可他却没来医院看我们。当时你问我爸爸呢，怎么没看到爸爸？我答应你一定要找到你爸爸。后来我就跑去木材行找他，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有一批国外的货在赶工。没想到我赶到工厂时他却不在。你爸爸他骗了我，他竟然骗了我。谢谢。高文清，明辉不需要你这样的爸爸，我们母子不需要你这样的人，你走，你走，你给我走。美姬，你走。爸爸，爸爸，明辉，明辉，不要这样的爸爸。明辉，20年前，你爸爸就是因为青楼女子离开了我们。我恨所有的青楼女子。明辉，为了高家，妈求你，你绝不能跟青楼女子在一起啊。妈给你跪下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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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跪，你不能跪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切都听您的。妈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啊。妈，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，只要我替婉如赎了身，从此就不再见她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别问这么多，只管答应就是了。我从此绝对不再和他见面。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
可是，你也得答应我，立刻跟景峰订婚。明慧，景峰，她是个好女孩，对我，比她亲生母亲还好。明慧呀，你一定要跟她订婚，妈求你了，啊！明慧，妈求你了。好，妈，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。宛如，打扮好了吗？红衣，高少爷来了，他说今天一定要见你。高少爷要见我，我怎么劝他都不听，你还是去见见他吧。我不去。你真的不见他？红姨，我谁都可以见，唯独他。高少爷，这么好的兴致来赏月啊？那么不妨再来杯美酒吧。谢谢。高少爷，您一边品着佳酿，春喜一边为您弹支小曲吧。春喜姑娘，我今天来不是喝酒的，我是来找宛如的。高少爷，春喜不好吗？春喜虽然称不上是才女，但是琴棋书画倒也略通一二。如果您不喜欢喝酒和听曲儿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对一下棋呀。谢谢你，春喜姑娘。如果宛如另外有客人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在这里等。高少爷，您不用等了。宛如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寒香楼了。宛如真这么说？高少爷，请您体谅宛如的苦衷。春喜斗胆拜托您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寒香楼了。否则，高老夫人知道了，又不知道要怎么对待宛如了。高少爷，宛如已经吃太多苦了，求您就不要为难她了。春喜就代宛如求您了。那好吧，春喜姑娘，我们两个就干了这一杯吧。高少爷，春喜，戴宛如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她的关心和照顾。你代表宛如，好，那就干吧。这张支票，麻烦你交给红姨。这么多钱，这是给宛如赎身用的。来，我们俩再喝一杯。这一杯呢，我们祝宛如恢复自由之身，也希望她早日找到幸福。
春喜，谢谢。高少爷，请等一下，原来您是来和婉如惜别的。是的，从此之后我不会再见他，麻烦你告诉他，只要他幸福我就很高兴。多少钱呢？是啊，这回婉如终于可以离开寒香楼了。哎，说真的，我对她还有些不舍呢。是吗？嗯。不舍就别让她走。那怎么可以呢？高少爷已经替她赎身了呀。高少爷的钱我先替她存着，婉如照样陪客人喝酒。红姨，你我什么？高老夫人已经交代过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婉如离开寒香楼。那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去吧。明辉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嗯，颜色适合我吗？适合。那做旗袍还是做凤仙装呢？旗袍吧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做凤仙装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明辉。啊，那个你看看吧。哪个？啊，这个。这个对啊，太厚了。厚，好，这个做洋装吧。哎，锦凤来，一块挑挑，看哪张好。我看这张，这张好。哦，这张吗？啊，啊，明辉啊，明辉，嗯，啊，你看看这张怎么样啊？你看这张好看吗？啊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印这张了。嗯，好好好，就这张。嗯，哎，记着多印点啊。哎，婉如，你不用扶我了，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明天就可以去载客了。嗯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还骗我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红衣他又逼你了？红衣他对我很好。那你是为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鱼都比我们自由快乐。我们是很快乐，那你来给我们做爸爸好不好？啊，美人鱼，你是我们最最最最最美丽的美人鱼。美人鱼，来跟我们一块玩。美人鱼，玩玩玩玩。婉如啊，说真的，如果有一天我能早点离开寒香楼，真想出去闯一闯，多读点书，多增加点知识。我还想啊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和你啊一起开一个豆腐坊，咱俩一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那该多好啊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啊。好，这边这边，还有红喜字该贴的要贴上啊。啊，不得，你看那边低了一点啊，再高一点啊，好，再高一点，好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哎，你这个花，那要这样弄，
啊，看到了。哦，有粮啊。啊，有粮。老夫人，把这个交给少爷。是。花给你啊，嗯，少爷，祝你和锦凤白头偕老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我跟锦凤真能白头偕老吗？到现在我还一直把她当作妹妹，如果就这样跟她订了婚，那不是对她太残忍吗？不，我不能骗我自己，也不能骗锦凤。我怎么能跟锦凤订婚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什么事？时辰快到了，去看看少爷准备好了没有。哎，是老夫人。少爷，准备好了吗？时辰快到了。少爷，准备好了吗？时辰快到了。哎，奇怪啊，少爷会去哪里啊？奇怪啊。哎，奇怪啊，少爷会去哪儿呢？哎呀，怪了，少爷到底会去哪儿呢？坏了，难道少爷是去……锦凤啊，哎呦，锦凤。今儿真漂亮，阿姨，以后啊不准叫阿姨了，得叫妈啊。妈，哎，这才乖呢。哎，师傅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林小姐在吗？你有病啊！大白天的，生意还没做呢，找什么林小姐啊？哎，我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啊？啊！林小姐，林小姐，哎，福德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来找我们家少爷的。你们家少爷啊？今天不是他订婚的日子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可是一大早人就不见了，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呢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这不在你这儿，会在哪儿呢？哎，林小姐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去那里了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本来今天你应该去给你爹上坟的，哎，却被我耽误了。没关系，等找到你们家少爷，我再去也不迟啊。哎，真是的，真想快点找到我们家少爷。哎，你说今天是他订婚的大喜之日，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哎，难道说你们家少爷不爱你们家表小姐吗？这，说句真心话，他是很喜欢我们家表小姐，可是他不爱她呀。啊，他不爱她啊？那他，跟你说实话吧，他爱的呀，就是你。你说？是啊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呢，是很爱你的。
自从他第一次看见你以后啊，我就发现他对你的感觉啊，哎呀，总之很难说啊。林小姐，你看，那不是我们家少爷吗？少爷，那我们快过去。少爷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少爷，今天是你订婚的日子，你怎么可以跑出来呢？这样，你母亲会很着急，你表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快点回去吧。沉思梦回暖。